后面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讲到上面前面的 H， 可是问题来了，后面还有商品编号哈、哦，跟啊 ，OK 好，还有那个商品编号跟数量，所以如果说我这些东西没存到的话，那你会发现真的少一点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呢、哦，哎，做完之后，然后呢，可能也订了东西，但是问题我们刚刚在订的过程当中，只有记录上面的东西，下面的东西呢？我没有把它储存起来，爱新增只有到这边是 H， 下面呢没有，所以哈、哦、同学说老师可是这样不对啊，我最重要的是我要出货，哎还真的有那个网络网做网拍的卖家，他就是为了学的东西，他写信问我说可不可以教他销货单怎么写，哦啊他也真的用了啦，真的也在工作上真的可以用哦，不是说假的哦，然后呢可是问题他就少了这个。那我刚才讲说，其实哦，你只要再增加两个栏位就可以，因为其实像小气的这个钱，其实是可以从什么了？可以从编号去关联嘛 ，VLO 函数有没有？关联到它的单价，那数量你把它记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记这个编号跟记数量就 OK 了。但是问题来了，有个问题说。可是我们寄过来啊，我不知道说他到底是订几个，我最多呢可以让他订的可能有七个吧，我记得好像十个啦，好跟总共有十个，也就是说呢我可以让他订十个，但是问题订完之后他有时候订两笔三笔四笔，那我怎么知道他到底订了几笔 ？OK。那订完之后，我可能需要什么？把它的订编号呢，全部记录下来。可是问题这边有四个，但是销货明细里面呢，只有一个。那你总不可能说四个，那我就给他四个栏位，动态的不可能啊。那如果十个，那我就，商品编号一，商品编号二，会有十个栏位，不合理啊。那有些是空的，也有人这样做啦。不过我觉得倒不如用一个方法。后来我想一个方法。就是干脆呢，我商品编号一个栏位，数量一个栏位，那我就怎么样呢？就我想出来的最简单的方法，干脆就是说呢，我去判断说它到底有几个，我就跑一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7到最下面一列，然后呢把它们全部串在一起，中间加逗点，逗点意思说以后呢我可以用像资料剖析，我把它剖开来不就好了，我就可以再去看它的细项了嘛，有没有？那这个数量也是一样，哎，这样就 OK 了。所以哈、哦，后来想，哎，对，这最简单的。所以我做完之后给各位看一下哈、哦，比如做完之后按一个新增，那你会发现呢，我多了一个功能，就是把他们的商品编号中间加上什么呢？中间加逗点，数量呢也加逗点，所以以后呢，这个跟这个是一对的，就是它的阵列位置。前面是编号，所以你可以从编号里面 VLO 函数去查到单价，再去跟后面的数量相乘，哎，不就是它的总 total 的金额小计了嘛，对不对？还有呢，你也可以透过编号去查到它的品名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 ，VLO 函数就是关联式资料库的一个延伸的概念。OK， 那接下来可是问题啊、哦，如果我要产生像这样的一个程式，该如何撰写？OK， 好、哦、啊，这个也是重点啊，因为其实我也想很久，因为我也想过说用别的方法，但是别的方法可能太复杂了，对不对？好、哦，又不好写，所以呢，我尽量用什么又简单又好记，而且你们也记得起来，也会写，也写得出来的方法，那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分享一下怎么做：一，请各位在 I 跟 J 增加两个栏位，很简单，就商品编号跟数量。但是呢，这边是一，可是呢，前面的是多，而且不知道几个，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回圈，对。那所以哈、哦，我写法给各位看一下，一，我先在这边哦，基本上哈、哦，我们刚刚这边前面都一样，只有在这边稍微改一下，就是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在那个云端上有了哈、哦。那我思考的方向，我跟各位讲。就是我的商品编号呢，我增加一个变数等于 x， 那里面先清空。为什么清空？因为你如果下一次再执行，它如果里面还有东西，它里面
会被记下来，因为你按新增，可能里面如果还变数里面还有值的话，好，所以我习惯先把里面的资料先清空，或者给它一个初始值，就是没有东西。X 是代表的是商品放商品编号的那几个，中间加逗点的。Y 的话呢是数量，中间加逗点。啊，第一个，第二的话呢，那我要取得这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定啊，定完之后哈，哎、哦，这也是一样哦，哎，点一下哈、哦，然后这个一个，假设我一个两个哈，哎，这一样 ，OK， 然后数量再点一下，啊，那我希望把这两个，假设这两个放到那两栏，两个放一个，中间加逗点，那我的程式的撰写哈，哎，特别注意哦。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写过的，你可以写个 for 什么呢 ？for i 等于哪一列呢？第七列到哪一列呢？到第八列吗？可是问题来了，也有可能第九，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哎，还记得吧 ？range 好，你看哦，你看我写的方法都跟前面一样，从哪一列哪一个地方追踪？你可以从 A7 向下追踪。或者你也可以从 A6 向下追踪，如果只有一个的话，所以如果只有一个好像用那个什么 A6 好像比较安全，好，所以 A6 向下追踪，好，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啦，就假设一个哈，你如果 A7 追踪跑到下面去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你看 Ctrl 向下，它到8对不对？那如果说假如哈，我这一个哦，这个没有。delete 掉。那如果你从这边追踪 ，Ctrl 向下，哎，跑到最下面去了。那如果你从 A6 Ctrl 向下，哎，它就回来是七，七到七跑一次，刚刚好，也没它等于没有加逗点而已了哈。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有时候就是自己要再踹一下哈，然后有很多地方哈，然后点什么呢？点 end， 向下追踪还记得哈，向下追踪到了列。OK 哈，告诉我一下 ，next， 那再来做什么呢？就是帮我把里面的东西串起来之后，后面加个逗点。那串起来 ，sales 哪一个呢 ？I 列的，我要把 B 栏，好，所以把 B 栏的部分呢串起来，等于他自己本身再串一个逗点，好，也这个自己本身在 end 的一个。后面加一个逗点，好，然后呢，一样哦，是B 栏的部分是做法一样，再来 F 栏也是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个哈，你可以把这一段怎么样，复制 ，Ctrl 键改成 F， 这边改 F， 哎，这样子，这个是商品编号串接，这个是数量串接，也就是它跑串逗点换下一个，换下一个。那最后的话呢，你就把结果怎么样，再丢到销货明细的什么呢 ？H 栏里面就可以了。哎，不，更正一下，应该 H 后面是 I 嘛 ？I 里面丢什么？丢 X。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底下哈。老师前面是不是要？所以前面的回圈里面是不是要放 X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才这个应该放 X 才对哦，这边应该是放 X， 这边是放 Y， 啊，对对，这样才对了，跟这一样，因为这个是自己串自己，所以他把它丢给 X， 丢暂存在里面就对了哈、哦，然后最后把 X 跟 Y 丢到那个指定的就是 I 栏跟 J 栏，好 OK， 但是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逗点哦，我们是后面串一个逗点，串一个逗点，所以最后会有个问题。会多一个逗点，所以呢，你必须把最后那个逗点给去掉。好，我试一下给各位看哦。这边假设啦，我用三个好了，比如说我用选了三个，然后呢，最后哦，我们前面应该都 OK， 我就跑到这边来。好，我们假设哎按了新增哦，好，然后资料都已经过来了，我看一下哦，对，这两个还没过来。那这两个要怎么过来呢？基本上哦，就我刚刚讲的，现在 X 空的。Y 也是空的，那我就是for I 等于七到最下面啊，最下面是十六，七到十六，哎，
为什么是16呢？ A 的啊，更正一下，应该是 B。 哎，对对对对对，哎，所以有时候哈，出错的时候为什么要设中断点，就是先确认一下游标放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游标放上去，哎，9，那就没错了。那没错之后向下一个，再来的话呢，就是哎 B 的 B7 这里面帮我串到 X， 好，然后F 放好，这时候你会看到哦，它就是 A 有没有这个加一个逗点，然后再串什么呢？串下一个是 B 一一二哦，所以102串进去，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不对啊，对，这边应该怎么 X and 它自己，这样才是串接，这样子的话要是 Y 啊，有没有 and 这样才对。他自己本身要再串后面，不然的话一直盖过去了、哦、OK， 好，这边重跑一下，先给他重新清掉，清掉，再一次、哦、这应该就 OK 了。所以第一次的话是 A201 逗点，好，然后再一个是编号，它是第总共有4个嘛、哦、所以这个4个，然后再来的话换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就串在后面，所以 B、哦、有没有1102串在后面。这个加一个逗点 ，B103 加一个逗点，但是哦，最后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最后的串接结果后面会多一个逗点，有没有？啊，这个最后也会加一个多一个逗点，不过当然啦、啊，如果你直接丢过去，也无妨啊，只是说当然哦，最后要如何把那个逗点去掉最简单。对，哎，你刚好看到答案吗？不错哎，是你自己想的吗？没有，工作上常用的。OK OK 哦，好，哎，那你这样不错，这样反应很快哈、哦。也就是说呢，总长度有没有？那我如果说用 left 去切，我从左边算过来，把总长度减一，那这样它切出来就刚刚好会少最后那个逗点。那怎么做？第一个先加一个 left。LEFT 哈 ，left， 然后呢，他给他就是刚刚那个 string， 逗点，那要取以几个字呢？就是 len 算一下这个 x， 它里面有几个字？假如说是10个字，那我就要扣掉最后一个字，所以把它怎么减掉一，哎，后括弧，这样就 OK 了，应该可以理解了哈，不知道。你说我想出来，也是自己想出来，但是有如果其他方法都 OK、哦、可以再试试看啊。这个也是一样 ，left， 就是去把 y 里面最后那个逗点去掉，逗点就是取从左边算过来总长度、哦、把它减掉一个字。这是 y。啊，对对对，好。看嘛，有时候真的要很细心哦，因为真的要一边打成一边讲的。就分心啦，所以这也要练过，真的，有时候自己平常打都不会，而且我就一只手要拿麦克风啦，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哈。好，那这样应该可以了解了哈。啊，最后把它输出之后哈，你会发现呢，这个丢过去之后的结果啊，并且清空哈，你会发现呢，看一下哦，它的最后的那个有没有逗点就不见了，而且它会把编号。反正有几个就丢几个编号，多个编号放在一个储存格，多个数量放在一个储，就是多对一的关系哦。这一招很好用，而且程式没有很多东西。我想最主要就是你们应该都看得懂的方法，哈、哦。因为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常常想说，你就把多对一就好了。啊，可能很多同学一想，多对一怎么做？所以你想想看啊，最后还是我帮他们想啊，最后也是，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你要把多个资料放在一个栏位一栏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利用类似的概念去做修改就 OK 了，所以这其实还蛮好的范例哦。最主要是第一个它很好理解 ，OK， 应用应该很好应用了，只是说你可能要自己再把这几行程式写一下，应该没几行了。OK， 那请各位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哈、哦，真的太多人问了，而且 YouTube 上面问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我又不可能说
多对一，请试试看，就最后还是他们还是没有答案，那我干脆怎么样？干脆我就讲一遍好了，好、哦，把它录下来，哎，懂了，应该就懂了啦。如果不懂的话，再把刚刚我讲的 repeat 再 repeat 不就有了 ？OK， 试一下哈、哦。